DIY the jewelry times. And do you want to learn how to make all kinds of fashion jewelry by yourself? Our colleagues can teach you by step by step, so you can follow us. And now here we go.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做一款手链。我们所用到的材料有四米的米形珠、白色米形珠、还有粉色米形珠、还有铜镀金的光珠、还有一个铜镀金的定位珠、还有铜镀金的药线、还有个心形的尾链、还有个弹簧扣、还有鱼线、还有用到的工具指节剪、扁钳、圆钳，还有一个剪尺，剪尺就是量长度。好了，现在开始了。来，首先把这个扣子先上，然后再上一个定位珠。用扁钳把它捏扁固定，然后就穿珍珠。再穿光珠。珍珠是分开两边穿，然后这光珠是两条线一起穿。
好了，差不多了，我们量一下长度。刚好7.5，我们做的是7.5英寸，然后就上顶位置。传到这边。这个线就穿到这个定位珠这里。用扁钳捏扁，接近，剪掉多余的线，把我链挂上，好了，就完成了。